大型狗、哦、要练那个坐下，然后身体直立起来、哦、比小型狗困难很多，因为它们的上半身比较重，然后它的脚，因为这个狗以前都习惯脚、哦、坐的时候脚开开的，有的狗就幼犬习惯都开开的，你开开的那个支撑点会不够、哦、现在我要纠正一下。它开开的，我就把它从后面把它夹紧一点。那不动，不动哦，自己有起来一下，等不动，等。厉害哦！上半身他要练习平衡，最主要是他胸部自己要挺起来。你一般人在教的时候哦，你让身体直立，大型狗你用手去帮他，然后扶住这样子哦。他事实上他的那个施力点会着重在手上。事实上你要让他自己能够不会倒下来，他自己胸部要挺起来哦。来，坐。一开始大型狗都人要在后面教它，不是用手去把它扶起来。它自己身体要挺起来，我后面要那个 P 字绳稍微帮它拉一下而已，懂吗？他现在还在平衡中，等等哦，不动哦，不错了啦，他已经比以前好太多。他脚因为有点开开的哦，要把它纠正。来，坐，这边后面要把它夹紧。Yes， 等等哦，等等不动，也要这只，他这只的脚就坐得比较正，这时候趁机把它放掉，等等，不动哦，棒哦，福宝好乖哦，棒哦，数到三就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乖呀、啊。